038 The wealthy Anathapin Dukkha purchasing land for a monastery. 大富豪给独孤长者以金币覆盖地面的方式购下园林，献给世尊作为寺院。伊恩柱及支陀林给孤独园，当时是向支陀太子购买这个园林。支陀太子说，除非用金币覆盖整个园林，否则不卖。给孤独长者就真的拖了大批金币来覆盖地面。当金币覆盖到还差最后一块地皮的时候，支陀太子说不用再拖金币来了，剩下这块的就算是他供养的，如图情形。